接下来我们拍摄这只小朋友。哎呀，这叫声好响亮啊！啊，哎，没有抓起来，再试一次。嗯，哟，小爪爪黑得发亮。嗯，哎，下来，下来溜达溜达。感觉就好像我的小猫咪会走路，好小就会走路了。来，哎，真好看，还蛮乖的，乖，是不是很乖？是不是？嗯，它的小脚很有意思，右脚在自己的脚上，这还盘了个腿儿，是不是？没有小凳子就可以盘腿的，很老成的感觉。嗯，这只小朋友一放到懒人沙发上，它就会叫，它就开始叫，它就想在地上走。但是它现在也在轻微的踩奶，刚才爪爪动了一下。哎。刚刚就说嘛，你这一放上来就开始叫唤。你们三个在这，你两个，你的哥哥姐姐在地上跟你合奏，你在他应该说快来救我呀，这里好高呀，我又下不去，好像只有我自己在这里，你们在哪？在这儿啊，哎，嗯，哎，走远了，我们回来。这表情看起来很不情愿。哎，你很没有礼貌。哎呀，再拍一张好吗？再来一下。哎呀，真好，真好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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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肉嘟嘟的，刚吃完奶是不是？小肚子圆鼓鼓的，拿起来看一看。哎。抱一抱吧，哎呀，放在手里也不动，也不挣扎，放到地上就跑得很快，好乖，好乖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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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摸摸你的小耳朵，摸摸你的小耳朵，让不让摸？不要摸！哎呀，不要摸呀，不要摸，不要摸，那就再摸一摸吧，多摸一摸就好了。笑得多开心呐、笑一个，笑一个，哎，对，然后都是属于自娱自乐型，自己玩得很好，还助跑，玩个尾巴，玩两下就躲开，玩两下就躲开，饺子也不生气，饺子那个表情在蓄力一样。吓唬谁呢？谁怕你是？是不是？去去去！挨揍了，挨揍了，好了吧，挨揍了吧。他们怎么这么有意思？都颠颠的。哎呦，要打。
们走道都是四腿蹦斜愣跑，这跟不上他们。你看你看他真的是去叼了。来呀标本妹妹，把那给我叼过来，我看看。给我啊。叼过来。可以呀，没咬住啊。给我叼过来。妹妹呀、啊，哎呀，饺子，你看看哪儿呢？缺个饺子别捣乱，去，饺子。谢谢，看你小妈妈在这儿好。